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。我们现在要到这个地方来逛一逛，这个是我们小芒的产品，哎，啊，这是我们上的衣服 ，Number One 的衣服。哎，这里还有玩偶，哎，我告诉姐，我们有这么多周边，可以，这么多周边，好，走吧，走吧。Lights, camera, action. 哇，进来看一看呀。欢迎出来。你们俩都说要涛怎么办，你也来。涛是能演得出来的，这已经不是三年前的他。涛在心里使劲。哎，这个也是吗？哎，为什么这儿只有火树的单人照啊？刚趁我们不注意把自己的照片挂到了这里。你看，我们都是周边哦，因为这些画像上面没我老师，所以给他过了，过了，我画是做这么重要的角色，慵懒一点，其实我们的关键词慵懒。我听说那边有很多好玩的那些好跑买的东西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？可以逛一逛他们的集市。对啊，我觉得可以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启这场踏春之旅了。我们将会通过体力脑力的全能型竞技来一场惊心动魄的 Number One 之争。现在呢，请大家在集市当中寻找你们眼中的春天，并且呢用手机拍下你们和春天的合照。好，那走，我们就拿手机去自拍，拍照打卡，是不是这儿？跟春天有关的。来，我们来逛市集吧。逛市集。哎，你拍我春游逛市集。OK。好。好，可以了。啊，这就是我的哎。来。不是怎么变好来，咱们的主题就是逛集市。哎，好，好，对，好。春天就是要和家人拍一张全家福。那我来这个童装这。哇哦，他是副机委。哇，基本准备好了，模特准备好了已经。对。对，特别好，哇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这个主题是春天花会开。来，胡老师帮我照一张。这也是一个花会开，
你也要开花。就往这拍吧，我帮你拍。来，我们看一看我们刚拍的照片。来，我们看看，按顺序吧。哟，哦，这是我。快点！哦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小琪，你拍的。他们挑了很多张，就随便的侧拍。首先，咱就是说摄影师很厉害。嗯。我为什么选了这个人呢？因为他是那个绿色，然后跟我头上的这个小配饰就形成了一个搭配。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春天的时候也会跟家里的小朋友们呀，然后一些比较活泼可爱的一些人们一起出去玩。这套衣服我觉得也非常好看，我觉得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买了穿一下。不用不用，送你。你走的时候直接拿走。直接穿走，行，我下午就穿上。穿走，好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这是哦，阿婆，哦，妈妈，我想吃烤男友。这是一张拍摄于我6岁时期的照片，在照片里面，我非常开心的来到这个百货商场，在开心的挑选我喜欢的商品。那还是开学的，要马上要买文具了啊！哎，对，嗯、妈妈，我要买那个，是不是？好。下一个，啊，这是我吗？这是仙子了，这是啊，这是我仙子。哇，这是笑笑得跟花一样的，花仙子了呗，就花仙子了呗，花仙子。我这个呢，也是在那个现场找到了一个就跟花相关的一个气球嘛。哎呦，哦，这是又他又领奖了，是不是？当奖品了是吧？又领奖了，欢迎我们的嘉宾。哎，黄老师，黄老师，哎呀，这是我在春游的集市上面挑选商品的场景啊。这个商品是什么呀？这个商品好像是一个来自小萌的背包还是提包的样子啊，这么好的商品，真的不知道哪里才能买得到呢？难道它是一个单肩包吗？就是那种可以斜挎，还可以手提的那种。哎呀，那它真的是功能好多呢！哇，简直了，真好，简直了！一生只拥有一件单品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是。好 ，nice， 来下一个。哎，黄子。哎呀，对，这是我，这是我。Cool。这是拍摄于几岁？这是拍摄于刚刚啊，这是一次非常珍惜的一次工作面试机会。当时呢，我在外面遇到了胡老师，他说：“小伙子，我看你啊，这个骨骼清奇，我教你几招。”然后我就找他学了一个这个绝学。这什么绝学呢？这是这叫什么？名字？这悬浮术。悬浮术。这跟春天有什么关系呢？是在春天面试的是吗？悬浮，这个春天的祝福嘛。哎，对，悬浮，春天的祝福的春字。那这个呢？对吧？啊，可以。好，通知一下大家，很遗憾我们在手机里没有发现石凯老师的照片。我们的春日照片不一样。我们走的是意识流。来跟他们讲我们的照片是什么。我们的意识流走的是花、太阳、雨和泥。拍好了，我的拍好了，拍了个太阳。我本来想拍蓝天的，对吧？那你拍个蓝天，我拍个太阳，然后你再拍个草地。我们没有人物写实，我们全拍的是意境，走意识流。你得把这几张连在一起。有一个白色的大白花，然后太阳那张照片，然后雨，还有和泥，然后就是花、太阳、雨和泥。和泥，对，我们就写实走这意识流。这是一首春日的歌曲，然后就是这种棒啊，这种万物复苏的感觉，太阳也出来了，而且伴随着音乐，花。太阳、雨和泥，花。太阳、雨和泥，太阳、雨和泥，太阳、雨和泥。好，一定要鼓励我们。这是在我6岁的时候。就是你看这种，就是突然一下，就是出其不意的，我也明显是被抓拍，就是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刻嘛。看的对，就相当于春天忽然一下来袭了，然后给了我们大家一个惊喜的感觉，出其不意。好能圆哦，太有东西了。
可以看出来我和那个柯颖呢是同学，我们和同一批同学拍了一张照片。哎，可以看出来你这张照片非常的青涩，这是应该是你初中的时候拍的吧？初中二年级的时候。现在保养的不错啊，现在不错啊，现在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的每个人的春日 vlog 分享结束之后，我们一起来个团建大合照吧。好，阿普在中间，阿普你在中间。好，来吧，阿普这个贼中二的那种。来，看，准备好，表情管理，表情管理。来，三，二，一，跳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要正式开启我们的春日体力竞争 Number One 之称飞盘大赛了。然后我们所有人现在要到我们的飞盘场地集合，来 ，Hello， 这里就是我们的飞盘场啦。我们在开始之前呢，先来分个队，来，咱们要不要展现一下？还是我们的长短队。那我们呢会通过一场比赛，然后来决定我们长短队的队员，组建两支我们的春日 team。没错，一个脑力游戏叫做嘴手不一。出题方呢根据十以内的加减乘除给出题目，答题人进行计算并且作答，嘴巴和手呢需要给出不一致的答案。每轮 PK 胜利的一方呢优先挑选一名队员，直到选人完毕。哎，我们把一到十的手势对一下吧，统一一下。好，统一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吗？七。八呀、啊，是八。那九，你看他们两个的九，你们两个的九来。九、哦，这是九啊，这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六六六，这是九。那这个吧。是啊，那我可以做这个吗？哇，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这是什么呀？你这八九，你甩花手。我们统一一个吧，统一下来吧。七，要不然就这个吧，大家都 OK。八是这个啊，九是这个 OK 吗？好，然后十是这个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是什么？又是什么？这个又是什么？这个不是祝你好运吗？我们十是这个，不是不是，十是这个。来来来。然后我和安琪先开始，对，咱俩先蔡丁可，蔡丁可，蔡丁可，那你来提问吧，一二三，五十四除以九，六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对对对，好，六六六啊，我先选。你先选，开，好，耶！你选下一位，那我选，涛，好，然后就是凯给涛出题，好，一加一，二，哎，可以，好，那涛这方先选，王子，那你来选一个。你来选一个人，你再选一个人。啊，我们选阿普吧。好，好，虎子哥。你看他。六。可以可以。不管什么都说六，不管。十一减一，九。耶。那你来选一个。把胡老师选了。胡老师想来吗？不想来。不想，他不想来。这么直接，胡老师不想来。那吴德林嘛，吴德林。那胡老师来吧。那就该胡老师提问了。好。三七六除以二，多少？我就知道他憋这么一个事儿，我跟你讲。只有一次运算。只有一次运算。哦，只有一次。你怎么不给我出一道方程？你。好，我再来一次啊。二七一五。十、哎，那个换队友，我被他们前面那道方程给晃住了。换队友，换队友，虚晃一下，虚晃，虚晃他一下。不是，虽然脑力不行，但我体力可以。你看，重要的是不是体力游戏？我那怎么办？赢可以就跟我们恩琪这一队了。好，可以。
我们的现在两支队伍已经成功组建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有请我们的春日飞盘的教练登场，然后为我们讲讲规则。有请教练，有请。教练，这么帅。哇，教练好帅，教练这个装扮。教练，下一个教练太帅了，教练有点帅大了。哎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长沙里昂俱乐部的唯一主理人，我叫新李士，大家也可以喊我新老师。新老师，新老师。好，那我现在给大家每个人发一个飞盘，大家拿在手里。好，谢谢。可以。可以吗？谢谢。之前有同学是玩过飞盘的吗？没有，都是第一次。那我先教大家认识一下这个飞盘好不好？好，来伸出你们的手。现在拿着你的飞盘，自然的握下，对，然后丢的时候，通过手腕的抖动，手腕内扣到竖直，有一个鞭打的感觉，看，我们可以看到手腕内扣，手腕的抖动，我们可以看到手腕内扣到竖直，第二个，丢的时候要让这个盘保持平稳。第三个是瞄准，瞄准。当我想向正前方丢出的时候，我需要向左前方踏出一步，然后将盘在这个位置旋转丢出去，45度。这样子丢出。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有没有同学丢一个给我试一下？这个。黄老师，黄老师，哎，黄老师，快来！有捐。飞盘王子，来，这个，王老师，有捐，飞盘王子，来，火速，二，一，走，哇，好漂亮，好，接得好，接也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这个盘飞过来在你的躯干位置，你就伸出你的双手，伸直，手要打开，这样接，因为你不打开，你很可能。我给你丢一个啊，好，你丢一个啊，好，你丢一个啊，好。哇，小劲，哇，好，你这个非常的不错啊，你这个很好，接得很好。我们接下来会进行一个热身赛，大家听一下规则，这里可以拿到你们想要的东西。哦，是的，大家听一下。待会呢，我们会有一个9宫格的网兜，你们在拿到盘的时候，站在线后，将盘向前丢出，率先完成3格连线的队伍可以获得技能卡。这也太近了吧！如果觉得太近，我待会把它往后。太远了，我们说太远了。远了。双方队长猜拳获胜了，先派出队员上来丢。队长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耶耶耶耶！我来，队长。队长，加油！队长，很好，来，下一位，你们队，加油，队长，漂亮，哇，好牛，加油，哦，特代表，没有。可以，我们就差一个了。来，我来了。来，火速。火速，不是我们队的。火速，火速。
最右边中间那个，你可以的，黑色的，对对对对，中间左手左手来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，耶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没事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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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最底下那一个，最底下，福爷，那儿，福爷，赶紧过来，接下去，接下去。技能卡发给大家，两张都是我们的，可以伸出援手，就这两个。那个哥哥们能不能给我们施舍一个为了更好的游戏，谢谢，这太棒了。你不会要自己穿吗？啊，我这是哪个魔鬼步伐。然后能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飞盘比赛的规则。极限飞盘比赛规则，比赛成员将分成进攻和防守两队，场上有得分区，在对方得分区位置接住飞盘则得一分。飞盘在自己手上时不能带盘跑，而且需要在10秒内把盘传出去。攻防盘一旦落地或被对方拦截，将立即攻防互换。整个比赛过程中不允许有身体接触，比赛时间为10分钟，得分高者胜。不能对抗，我不喜欢。你怎么事儿这么，我就喜欢对抗。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讨论战术，然后开始比赛。战术啊，还有战术。好，你们讨论一下。我们三个人先讨论一下吧。长传吧，直接长传吧，就是有人只要去那边得分区去接就好。对，就往那边，就往那边传，传完以后就可以。对，长传就完事儿。相信队友。好，对，加油啊！我给你们好好加油。好，我们这边讨论完了，看那边怎么战术。最主要是谁要去那个什么得分区那边，让小哥试一下。我觉得是这样，你前期你先试一下。可以，如果不行的话再我们中途再调整。只有一个人接盘是吧？对，其实也不一定规定一定说是要有人接盘，只要有人跑进去就可以了。对，我是觉得我可以一直在那后面等着你们。不，我建议女生在前面。是吗？大家都觉得他们讨论的好认真啊！怎么真的在讨论啊？把卡还给我！你们可真会玩！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用卡了。我们人一定不能跟盘走，就是我们一次就是要盯好一个人，从头防到尾，挡住盘脚就可以去。比如说他换一只脚过来，然后再这么飞。对，我就你手不能向前伸，但你可以这样。对，这样你可以特别重要的，我一定要对，因为他们不一定是我可以正手。那如果龟子手可以先发起？对，就他发盘，可以发盘。还没开完呢，这会也太久了。他们真敢，技能卡还给我。技能卡要回来了，是来打职业吗？开盘了，开盘了。我们开盘，他们进攻。哎，我们开盘，你们进攻，对吧？你们开盘，我们涨停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，正式开始。然后呢？谁也主打一个 free。好。你们要防守，防守一v一防守。我拿着我就不能动了。他们可以跑过来吗？好，长队进攻，来。这个你要去防。嘿，去，毒秒防人，毒秒。
带头丢球，丢丢丢丢丢丢丢，飞机后面后面丢后面，哎呦，是后面，哎呦，丢，哦哦，哎呦，漂亮漂亮，黄子叠到了一次进攻，漂亮，哇 ，nice day。转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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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可以开始进攻了。进攻，进。现在丢我。来。滚，滚。没事。好，好，好。漂亮，漂亮。给女生传女生。给我，给我。得分了，得分了，已经进得分区，得分区。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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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。来。可以，厉害厉害厉害，短队得一分。换场地是吗？对，交换交换。过来过来，不要接不要接，读秒，大家不要忘了读秒啊，朋友们。三四五六，好，后方转换，不着急不着急，不接不接，朋友，不接朋友，朋友，怎么能跑起来？怎么能跑起来呀？不接不接，朋友，朋友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，怎么能跑起来呀？不可以走啊！这边不准走。大家听啊，如果走步就回到刚才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不能跑，别跑，别激动，咱拿了个吗？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没事没事，都是跑橄榄球出身的啊。对，可以先给文涛，先给近的，然后。对，漂亮漂亮。哦哦，帅气帅气，团队得分零比二，帅气帅气，可以，漂亮漂亮，好球好球。进来开始，魏同去接球，魏同去接球。哎呀，你先要把这个球接了。太帅巨帅 cool， 攻防转换，我们防守，我们防守，他们进攻啊，慢慢传，我们打短传，我们三角三角慢慢打进攻，来来来，别走，哎，别走别走，哎给给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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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哎，好，罗一龙接盘，阿布往前面跑吧。好，开始。哎，稳稳来，稳稳来，往前递进，往前递进啊，往前递进。雨桐，雨桐也往前走。哎呦，对，哎呦，这是干啥？这是干啥？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也很帅，太飘了。不能自己扔自己接啊！不能自己扔自己接啊！石凯表演了一首自己溜自己，就是想给大家表现了一个特技。哦，对，这个球落地场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哎，这个，这个，这儿，嘿，这儿，防守，防守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出血。没事吧？黄老师使用特殊技能。哇，黄老师生化武器。啊，气味攻击是吧？技能，技能，使用技能卡吗？使用。我们对小吴吧，对泽林使用技能卡，施以援手，交给泽林。我的天哪！短队发动技能，对阿普使用脚蹼。可以，来吧。我们对你使用阿普的脚蹼。这个怎么穿呢？这怎么跑啊？哦，这个鞋子被烤得焦烫。让你在滑铲。哎，让我在这个。
这飞不了盘。对，丢出来一次。丢。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我说这。双方现在均已经使用技能卡，请各自回到得分区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你们接，你们接。好，等这儿啊。来，飞机这儿。来，你跑一下。飞机，你跑一下。我跑一下。金人，金人，不要看旁。罗总，盯人哦，盯人哦，不要看盘。看人，看人。你直接往后大船就行了。往后，往后面，往后面。往大船就行了。往后面，往后面。后面，往后面。不合适吗？不合适吗？好盘，好盘。得分。你要不要用这个手套试一次扔一下？开个盘，试一试能不能发出去？能扔多远？扣住。加油！可以加油。哇哦，没有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来来，盘，然后发起进攻。哎。这儿这儿这儿，一来这儿这儿，福利传一下，三四五，哎呀，哎呀呀，黄老师刚才说了段 rap， 哎呀哎呀呀，哎呀呀，技能时间到，技能时间到。我想上一会儿，我想上上上上，来来来，你听我听我听我听，好好好，其实你换上罗雨桐吧。我下，我下，我下。好，现在开球。可以，可以，好。好，现在开球，拿球的是这边罗雨桐。罗雨桐的飞盘技术，哇，相当之高超。石凯接球，石凯接球，仿佛拥有了万千的力量。一个大长传，原来是假动作，晃过了队友和队长。好，传给了火速。火速现在传给了我们的，哎，被我们曹安琪打断了。给我吧，给我吧。好，球在文涛身上，他会传给谁呢？传给了恩琪，恩琪。恩琪做了半场，终于上场了，快直接一个长传给我们黄总们，黄总们跳接，啊，漂亮，接到了，接到，出界，出界，出界，没出吧？我在里面接的，他在界内接到的，啊，惯性有点大，接到牌要跑八步，OK， nice， 可以 ，OK。队长，我们的目标只有一分，一分，一分，一分。好，最后的两分钟时间，只要一分，我们只要一分啊！开了，这是小七第一次扔球，他会扔出一个如何精彩的飞盘呢？好棒！现在球权给到罗雨桐手上，别走，罗雨桐开始走路，我们只要一分，只要一分，哦，稳扎稳打，哇，哎，丢丢丢，罗雨桐笑着脸上乐开了花，撕开，啊，好累啊，感觉跟走秀一样，我也走了几回了。好样的，传！好，我们倒计时最后一分钟，大家抓紧时间。雨桐，加油！雨桐，站起来！站起来，继续！雨桐，站起来！走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长队！加油！站起来，继续！加油！好样的，没事，发球，我们发球，我们发球。雨桐站起来，走，我们只要一分，只要一分，就要一分，看长队是否能夺得这一分呢？好，好，石凯，一位优秀的组织后卫将如何组织这些进攻？对的，
小七，小七，小七。好的，首先感谢各位带来一场精彩的飞盘比赛，谢谢。好，耶！首先我们要在这里恭喜荣获本次春放 No.1 杯飞盘大赛的春日队伍是短队，恭喜他们，恭喜短队。那我们长队呢，就需要接受一个小小的惩罚。获胜队伍的每位队员可以指定失败队伍的任意队员对自己进行夸奖，且夸夸的词呢不得重复，一直夸到获胜方的队员满意为止，并为对方做一个夸赞表情包。哦，那我们就从队长开始吧。好，那我就从这个长队的队长开始吧。好，来。哇，仙子下凡，仙子下凡，这个我不满意，我不满意，这还不满意？你对这个不满意，你就是对咱们学霸不满意。别闹，不要这样，跳得很高，是吧？哇，六，哇，春日仙子下凡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再多的话我们就不满意了。哇，我这次觉得好恶好恐怖。你拍一个可爱的表情包就好了。啊，春日仙子下凡了，哇。好好过过过，满意。来，王老师啊。啊，该我啊。刚才。王总真是身体健康啊。哇塞。我觉得夸到他脸上了。还有吗？不满意。啊，活力满满啊，拍谁像谁啊。谢谢，发型不错。满意，谢谢。好，表情包。雨桐，哎，我们柯颖真是美丽动人、活泼可爱，来一个可爱的表情包。赞赞的表情包。石凯，咱们家涛涛啊，这不光是这个成绩好、长得好、飞盘玩得好，我真是甘拜下风啊！能输给我们涛涛，真是。不错不错，大大不错呀！哎呀，咱们涛涛这个飞盘，你都快玩的是真好，我真的是服，说到心坎里了，真棒！来，请蒲哥夸奖我，蒲哥，请蒲哥。泽林，哎，小伙子，怎么感觉真？吃点两句，你可真行，真行！哎，没有。你可真厉害！哎，行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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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吟诗一首，吟诗一首，嗯，好，小伙泽林真厉害，厉害小伙是泽林，厉害厉害真厉害，真厉害，小伙就是真泽林，小伙怎么？这是夸我吗？哎。好，再次感谢各位，刚刚是一场春日体力的比拼，不过我们的 No.1 之争还未结束，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春日经验交流会